在法国的华侨华人同胞们，中秋国庆即将到来，我愿借此机会吧，祝大家节日快乐。我们刚刚经历了这个新冠疫情，而且仍然在经历新冠疫情，也祝大家注意身体，保持健康。在这里呢，就是生活幸福，事业昌盛。祝我们的伟大祖国繁荣昌盛。谢谢大家。